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共享我》，我是明珠。今不年你来到新埔，我来看两个，你看两个，起兵，先来欢迎我们的柿饼婆。柿饼婆，大家好，各位观众好。我要来请教你，要先来教大家这个柿子的客家话该怎么说。起啊，起啊！像今天呢，太阳这么好，晒柿饼是最适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要教大家这个太阳的客家话叫做“日头”，日头，日头。对，那这个呢就是叫做“起啊，起啊”，晒个扁起饼。柿饼婆可以试吃吗？这个还不能吃，因为要这个算几天的，要14天才能吃。你现在吃是失恋的滋味哟，初恋的滋味，失恋，失恋有苦难言的失恋的滋味哦。吃是失恋的滋味，好适合我，对，很非常的苦涩哦，有口难言哦。可以吃吗？现在吃的话，你真的嘴巴会很不舒服，真的。等一下我们去看后面有晒干的可以吃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已经有柿霜出现，你看在后面。那个、柿霜，带我们去那边看，那边也有霜的，那个是柿干。哇，柿饼婆呢，现在已经准备好这些全部是晒干可以吃的柿饼了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今天呢有高雄参旅学校的同学要跟我们一起来试吃好吃的柿饼，先教你们讲一句客家话好不好？好。柿子晒干变柿。柿饼叫做起鹅晒干变起饼，起鹅晒干变起饼，好厉害哦！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吃到这个柿饼真的很美味，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吃吗？好啦，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新单字。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呢，就是柿子，起鹅，起鹅，有一点卷舌，有没有发现？第二个呢，我们来学到就是太阳，日头，日头，其他都是平音，日头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呢，就是柿子晒干变柿饼，企鹅晒干变企饼，企鹅晒干变企饼。你会发现，其实你把它念顺之后，其实就像唱歌一样，没有这么困难的。好吧，我们下礼拜再来学新的喽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